小度，小度，放个歌听。晚上好，谢谢严恒的糖果。晚安。补个妆哈。刚擦完那个东西就直接进来了，妆都没有。而且我发现这里没有可以用的粉饼。因为有人跟我说晚安，我点个蜡烛先。谢谢嘉兴路到牙子的恶魔头饰。谢谢暗夜的糖果，谢谢何素梨的糖果，谢谢随着河漂流的糖果。总感觉鼻子上粘了根毛，怎么今天大家送礼物的这个热情这么高涨？是因为有什么万圣节活动吗？不会用这个打火机啊！好烫，好烫，好烫！来。哦，月底了，冲冲业绩，那没必要了，因为我已经攒不够50万了，所以我就冲20万的那个档，就是那个奖励已经到了，我离50万差太远了，所以就放弃了，正好把之前的一些鸡腿都提出来。我这个人还是很聪明的。看看今天收到的投喂是什么呢？我刚开始以为是果冻布丁之类的。哦，我猜对了，好像是小布丁。是的，枯沫枯沫。可是我桌上没有勺哎，我好像吃不了。这家店是不是很红啊？你等一下啊，我来找一下我的勺。这个是我的小事，哭梦哭梦，袋子里的勺在剧场吃蛋糕的时候放在剧场的，这是不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哈哈，还剩两个，待会儿拿去跟他们一起吃。西西他们待会儿要看恐怖片，我也要去看，但是我忘记放冰箱了，我不知道还好不好吃耶。哦，是小蛋糕，不是布丁。好可爱哦，我好残忍，我就这么把它看，上面还有印花，枯沫枯沫。其实我不应该再吃了，我这个吃了太多我不该吃的东西，我已经把我减的肥都胖回来了，我感觉。晚上好，看非常可爱，咬一口。好好吃。小度小度，下一首。这个底下有这个布丁。这家芝士蛋糕很不错，推荐大家可以去尝尝，因为一点都不腻也不甜。谢谢一直在这里的圈圈圈圈圈圈圈的扑棱蛾子。但底下这个布丁没有上面的蛋糕好吃。因为这个布丁吧，它有一股蛋味。我吃甜品的时候不喜欢吃到鸡蛋的味道。我的宠物叫弟弟，其他的你应该也记不住，你就记得叫弟弟就好了。我觉得弟弟的名字是最好记的，是不是弟弟？弟弟，弟弟，
弟弟，弟弟，你说你的名字是不是最好记的？弟弟，他过来，带你们看看我的宠物。弟弟，你在闻什么？不要闻了，过来。好，妍妍过来了。妍妍就是不好记，妍妍就不好记。现在你们看看弟弟吧，是我们的当家花旦。嗯，当家花旦，看当家花旦。谢谢初儿699的万圣夜，你一定是张弟弟的粉丝吧。待会儿我这衣服上就会全是猫猫，他在看我，你看我干嘛？嗯，嗯，为什么一直看我？啊，不要勾坏我的新衣服。好，你来营业，妍妍。谢谢初二699的南瓜派对吧，果然一身猫毛，还好这个衣服好像不是很占毛，喜欢，这是我最喜欢买的一家网红店。妍妍，妍妍要先磨完爪子再滚。小妍，嗯，就是叫你，叫的就是你，不用跑了，不用怀疑。嗯嗯。你什么表情？女明星跟大家打个招呼。谢谢水塔摸鱼天津第一的南瓜派对。女明星，漂亮小颜，小漂亮，小漂亮。小颜，香喷喷小颜，是不是香喷喷现在？嗯，是不是？不是很快乐他。他就在我腿上坐下了，行吧，你坐吧，撸撸你。然后又粘一身毛，待会又得去粘毛，好绝望。每天都在，都在粘猫毛的路上。嗯，说到香香女明星，忽然想起来今天出门忘喷香水了。给你们推荐潘海利根的月光，好好闻哦，而且留香时间还可以。其实我喜欢留香时间偏长一点的香水。小妍现在是暖腿，暖腿神器小妍。妍妍是一只很不上进的猫。非常不上进。其实更喜欢琴酒吗？老刘也说琴酒特别好闻，我上次闻了一下他的，是挺好闻的。但我觉得这个月光也还不错 ，Luna。哎，话说今天。Kona 生住的那个 ID Pluto 是不是冥王星啊？冥王星还是土星？应该是冥王星，我记得。哦，布鲁托原来就叫 Pluto 吗？你们猜我是怎么记住这些单词的？这种天体单词，我是看《美少女战士》记住的。美少女战士，你看啊，火星是 Celamars，M-A-R-S， 然后水星是 Magli。它日语叫 Magli， 其实用英语发音应该怎么读我忘记了。
然后 Sailor Moon, Sailor Jupiter, Sailor Venus, 然后天王星是 Uran 什么什么不记得了，然后冥王星是N 开头的 Nept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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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冥王星是 Pluto,然后土星是一个什么 S 什么什么 SAT 不记得是啥了、对对对 SATURN 但这个单词我不记得怎么读了 Sailor Moon 我知道呀你说的这个在美少女战士第五部的时候是那个也是里面的一个配角第五部的时候是的看美少女战士真的有学到很多知识学到很多天体方面的知识谢谢黑茶的恶魔头饰怎么不香呢怎么点了半天不香呢照的我脸上都是油好吧也没点多长时间其实把我的小蛋糕吃完好无语妍妍的毛满天飞的都是其实有的时候还挺羡慕粉丝的生活的因为我之前有一个粉丝每次看完公演都会去跟朋友吃梅婷然后我当时就觉得看公演本来就是娱乐活动了再跟好朋友一起去吃寿喜烧喝喝酒什么的应该很快乐梅婷不贵梅婷我记得不贵算是上海比较好吃的寿喜烧里面价位比较中等的我去吃过两次一次是跟谁去的我都不记得了然后有一次是跟李洪瑶去的跟李洪瑶去那次我们两个当时在外滩散步结果我们去的时候因为太晚了厨师下班了就没有小菜了他只能给我们切肉吃而且那个服务员他还有的那个部位他不会切可能人家这个牛的各个部位切肉也有讲究反正他就只会切那几个地方然后我们那天就用最便宜的价格吃了他那儿的寿喜烧因为他说这个有很多东西没有给我们上去张小燕弟弟小蛋糕可掉了有幸吃过人均700家的寿喜烧好吃吗说实话其实我吃到现在觉得最好吃的寿喜烧是一旭好吃能让你们这么开心的说出来好吃难道是别人请客的而且你们知道吗我跟百心雨始终觉得上海的温野菜没有北京的好吃然后我们俩本来都计划好了我们去北京的时候一定要吃温野菜然后一定要吃就是什么什么烤肉一定要吃什么什么寿司然后我们没去成
虽然要为国家防疫做贡献，但是期待已久的旅行泡汤的感觉很不好笑。一去海鲜排队，你不知道了吧？一去可以在淘宝上买黄牛排号。我曾经，我和栗子他们四个人还是三个人去吃，花了40块钱，然后就第一个进去了。100票没有那么贵啊。对啊，就40块钱。就40块。第一个还是第二个进去的呢。罚款了100票。为什么？就是你们骑电动车那天。丢不丢人呢？你说丢不丢人呢？真丢人呢，真丢张怀瑾的脸呢。谢谢白垩纪粉丝天上上的破冷蛾子，还穿着我的应援服。弟弟，你是来营业的吗？不管你是不是，现在你是了。你怎么一副被扼住命运的喉咙的表情？好可爱哦，我们弟弟，是不是？是不是米娜桑？谢谢19号同学的糖果，给你们看弟弟的手手，就这么短。这一颗猫猫果实正在被它的主人肆意把玩。弟弟，弟弟，弟弟，哦，挠挠下巴，挠挠下巴。爱恨的是人精神鸦片，寂寞的无聊消遣，香烟映成一滩光圈和他的照片在手边。笑得多甜，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热情它永不会减一点点倦，谁说过他贪得无厌，我看赢了，谁说过他不知检点，理性的一面。我们小弟就是很可爱。卖爆完猫，全是猫猫。谢谢袁六七的糖果，谢谢荧光棒。很轻雨里的一点盲点，呼之欲出那么明显，女孩统统让到一边，巧克力的细末节点，我记得词，真要好几年。哒哒哒哒哒哒。妈呀，飞舞的猫猫。回想那一天喧闹的喜宴，便想记得究竟是絮絮我完结篇。开了，前面没开，后面开了。好像还好我一直有在认真唱，还好我一直有在认真唱。
一人去见。人大可不必百口莫辩，女人实在也无需楚楚可怜。总之那几年感情里有缘。我后来就是当时隐约有一点预感，就是那个某一年的某一天想说你好吗那句，我感觉他开了，然后我一想不是吧，后来就是下台一问，哦真的开了。但是我还挺开心的，那天在后台我跟那个刘杰约，我说我们改天约一次，就是声唱罗人弥漫吧。刘杰说好呀，然后当时我不记得是谁说认真的嘛，这首歌声唱，然后我们姐姐在那说他们两个可以的呀，感觉又被肯定到了。真有好几年，红纸每天想我一次，而真实看我的电影，听我爱的 CD， 如旅行。嗯，不是坏的事。你怎么又来了？哼，捞起小老弟。第三次营业啦。是爱心没有所谓的对与错，不管时间。哎呀，勾我裙子没勾坏吧？啊，给我勾坏了。哟，上来就叫老公。嗯，勾坏了，勾脱了一个线头，虽然不是很明显，要仔细看才能看。想着那件事，我的天。在咳嗽，今天咳嗽可好猛。是相信这般恋爱心情。这首歌我和人人唱过呀，很多年前。你们去搜张怀瑾如果的事还能搜到呢，没想到吧，我唱过这个。在我们还可以肆无忌惮的表演河外曲的时候，跟谁感觉为爱勇敢一次，还是相信这份恋爱心情，你的的事。那首歌的和声录死我了。今天小度这个歌单的审美还不错。嗯，小度小度，下一首。腿麻了，呛整应该是。小度小度，下一首。都是没听过，我腿又麻了，我在试图把它摆直。小度小度，下一首。王源，你的名字是世界瞒着我最大的事情。这歌名字好长呀。你的歌名也是世界瞒着我最大的事情。小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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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首。我
莫闻味剩下的果实。腿麻了，腿麻了。我们播到几点呢？我们播到十二点半吧。下巴上沾猫毛了，朋友们，待会儿要沾一沾身上的猫毛才能把这个衣服收起来。消毒消毒，下一收。哎，刚刚是不是有人要我分享口红色号啊？13CE 的这个色号叫 Speak Up。I am not a kind of girl。 小度小度，下一首。仍然小度小度，小度小度，下一首。小度小度，下一首。刘志佳，韩童，时光背面的我。这么多没听过的歌。你昨天刚被骗了627万，游戏币吗？欢乐豆。还是人民币啊，豆底子。朋友们，在场的聪明人只有我一个。小度小度，加一首。我怎么傻的最厉害？小度小度，下一首。戴雨桐，来迟。我已经满20个了，已经有20个粉丝给我发了这个反诈骗的这个下载注册截图。我本来还以为我都没有20个粉丝呢。小度小度，下一首。张家旺，迟来的情话。听上去他们还在直播，那应该要再过一会儿我再去看。小度小度，下一首。西之青，月夜无法。小度小度，下一首。周深，起风了。啊，周深的。虽然不会唱，不记得歌词，但是我的推的歌，不知道，可能刚刚呛着。小度小度，大点声。谢谢你啊，想走走听听，噔噔噔噔噔噔噔。很大声吗？你们会觉得声音太大了吗？不必了吗？不用半夜给叔叔打电话让他下了。这世界万般流连，渐渐身在眼前，渐渐的他离别。谢谢贾佑的恶魔头饰。当流连也成真前，是否梦如你的笑颜，我从难自拔于世界之大。谢谢黑茶的糖果。不用了不用了，不要打扰家里人睡觉。繁荣成大，心之所向，人间随断去吧。你这光鲜
你们能想象吗？去年，哦，前年，周深要在11月6号还是11月9号，我记得可清楚了。他那天要开 live， 我都已经收到票了。然后呢，因为那天有公演，我没有去。那之后到现在，我都再也没有机会去看他的 live 了。我不是外物，我是公演。是啊，因为我每次提到周深，我都一定会讲一遍这个故事。快到张怀瑾看不到周深周年庆了，主要是当时总觉得以后还有机会嘛。当时就不会想说我这一次错过了，我可能有很长时间都看不上。当时就觉得我去过了就下一次再去嘛，对吧。就好像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不是我有20个了，我有20个了，不要再去找人下了。虽然我觉得你应该在逗我，但是我很害怕你真的回去打电话。我当时不是跟那个白馨宇约好了一起去日本玩吗？结果我们两个还在纠结去不去的时候，他一个人跑到泰国去了。我嫉妒死了，我想想我当时就应该跟他一起去的，他还好歹还在疫情前最后出了次国呢。就是说人不是很开心，甚至记仇记到现在。对啊，结果现在连北京环球影城都约不成，你们能想象吗？我还把粉丝送我的环球影城的那个饼干小，不是纽扣小熊还是饼干小熊的那个包，我都找出来了，是一个很可爱的手感很好的小包，然后我都已经做好要背那个去的准备了。偶尔的演唱会也没有啦。本来偶尔那年都定好了亚巡的。只是感觉鼻子上有猫毛。不，我跟你讲，其实说实话没去过是幸福的。因为你没去过你不会惦记。真的。就是你没去过你就会一直憧憬这个地方，但是你不会因为就去不了了就有这么大怨念。我就不行，我就是很典型的去过好玩的地方我会想再去的那一种。而且当时而且当时我跟白馨宇本来约好去日本嘛，我都已经联系好办签证的地方了，我都已经要把，哦对，你还给我送过环球内部员工的衣服，哎，被我放哪儿去了？忽然失忆，是不是被我和冬天的衣服收起来了？好像是。小度，小度。何路让它降落。哎呦，这歌我会唱。万一醒把鼻涕醒出来就很尴尬。他没有烟火绚丽，也不像鸟儿会栖息，不过是放飞的风筝，把你心痛才自由记忆的线索在你手中。
如果你能让它降落，天空如此遥无尽头，宁愿是条船，如果你是大海，就让它能漂流在你心中。谢谢一直在这里的圈圈圈圈圈圈圈的万圣夜。这世间繁华太多，人影交错擦肩而过，他走过，唯独他走过，让你停下了脚步。记忆啊，唱错了。心在沉默。谢谢白鹅姬粉丝贴上张的扑棱蛾子。你能让它降落，空今天眼妆好好看，可是今天的眼妆跟平时没有任何差别。今天也没有涂别的亮晶晶，今天涂的还是眼影里面自带的亮晶晶。心疼那颗心爱真的太落寞，让真的停留在你中。谢谢失败的小奥特特的糖果，可能是因为我今天换了美瞳，不知道。我感觉我的痘痘真的要去看医生了，虽然我最近每次直播都会这么讲，然后我也还是没有去看医生，因为我知道我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他只会给我开克里霉素凝胶。那个中药喝完了，我胃不舒服。但是我问了我们上海的姐姐，她说上海最好的皮肤科医院就是复旦大学华山医院。消毒消毒，下一首。哎呦，已经十二点半了。佛教歌曲《大悲咒》。小度小度，我说的是下一首。熊孩子儿歌数鸭子。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小度小度，下一首。杨硕小燕子。小度小度，随便放点歌好吗？好呀，小度的歌声陪伴你每段时光。嗯。小度小度，给我放周深的歌。好的，小度为你带来周深带来的大鱼。哟，又是这首。一提周深就是他代表作。哎呀呀呀，腿麻了。这后是左腿。因为我直播的时候喜欢跪着。这个高度是刚刚好的跪着。然后但是跪久了呢，就腿就会麻。
所以每一次直播的时候，在你们看不到的屏幕前，我都在对大家行大礼。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大雨在风景的缝隙里游过，凝望你沉睡的轮廓，看海天夜色，听风起雨落，腿麻三层朦胧烟波，大雨的翅膀已经太辽阔。把你飞远去，把你离我而去，更怕你永远停留在这里。这首歌现场上很容易翻车的。泪水都将你流淌去，倒流进天空的海底。对呀、啊，要不还得是周深呢？你们知道吗？前一阵我朋友去参加一个就是那种演唱会还是什么的那个策划，他偷偷跟我说，他觉得全场只有周深是真唱。嗯。过天空尽头的角落，大雨在梦境的缝隙里游过，来啦，望你沉睡的轮廓，看海天一色，听风起雨落，啊，怎么没反应？大雨的翅膀已经太辽阔。他今天看起来不是很高兴吗？他挺开心的，我觉得他每天看起来都不高兴，因为你看妍妍的眉毛上长了一个纹路，然后看起来像每天都在皱眉的，看到了吗？臭脸小妍，你看开心了，好快乐。你就是单推弟弟罢了。谢谢水塔墨鱼天经地义的万圣爷。小胖盐。弟弟被这优美的歌声所感动了。弟弟，喵，小度小度，闭嘴。弟弟，弟弟，再叫一声嘛。弟弟，完了不叫。弟弟，弟弟，他不叫了，我让小度闭嘴了，结果他不叫了，气死了。弟弟，喵，喵，怎么不叫了？弟弟，在你们看没有腿小弟，在你们看没有腿小弟，小严不放我走。哎呀，起来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小度小度，继续放吧。没有腿。谢谢弟弟超可爱的万圣夜。还好不是把蜡烛碰掉。啊，跑掉了。弟弟，他跑了。这是妍妍的尾巴。看我的还是。这前奏我以为是哈利波特主题曲呢，这该不会是搭了崩吧吧。我消失不见，谁最勇敢，为勇士赶来，带上最远的剑。不记得歌词。到面前，皇十分高兴，忙问他的姓名。我找到了崩巴班的贝蒂·普多比鲁翁，找到了崩巴班的贝蒂·普多比鲁翁，崩巴班的贝蒂·普多比鲁翁，贝蒂·普多比鲁翁。还是现场版，因为现场版才有这段极乐净土。发现今天姐姐给我做了一个很寒的卷儿。还有超级玛丽的这个音乐。月光，对，是歌手的那一场。他真的很厉害。我感觉他现在在美声和流行中间切换的，就是你听他唱歌会有一种行云流水的感觉。而且你们知道吗，其实我很多年前就听过周深唱歌，在他还在 YY 开歌会的时候。可是他去乌克兰不是学男高音哦，男高音是他自己学的。当时他还叫那个什么卡布勒周深，他那个时候名字上面都还没有周深两个字，叫卡布勒，那个字念什么，口字旁加一个力。然后他当时就是在那个歌会，他上麦唱歌，我问我当时社团的社长，我说这是男生女生啊，他说是男生，我死活不信，我说不可能。多比鲁翁，多比鲁翁，真真真真真的。妍妍在干嘛？小妍，天哪，你们真应该看看张妍妍在干嘛。
给你们看看啊、哦，小严在干嘛？没事，你接着舔，你接着舔毛，我就给他们看看你在干嘛。你这什么姿势啊？你这是什么美人物？大眼小眼，到五十吧，到五十，到五十就管。这个卷儿一做，搞得我也觉得自己很像韩国女高中生。先把袖子解开，待会儿粘粘毛就可以换衣服。消毒消毒，下一首。钟声，天堂岛之歌。哎，这就没必要了吧？五个六个小朋友，你们没看过《明星大侦探》吗？有一个秘密，就告诉你，你来到天堂的路。谢谢白垩纪粉丝贴张张的万圣夜。哎，话说我们今年是不是可以做个万圣节的这个妆容，对吧？现在马上也要10月30号了，我是不是应该给大家传授一下这一些这个妆容技巧？反正我也要卸妆了，等一下我去拿我的化妆包啊。虽然我也不知道我会画什么，我瞎画。你们31号，你们有没有什么想要的这个想要画的东西？你们就说啊。去拿化妆包进来。进去，进去，进去啊！哎，我跟你们讲，弟弟和妍妍这两个猫可鸡贼了，他们其实知道这个房间是假的，他们就是天天往外跑。谢谢一直在这里的圈圈圈圈圈圈圈的南瓜派对，走开。好的，弟弟，我们画什么呢？嘿嘿嘿，又到了一年一度糟蹋自己脸的环节，好兴奋啊！你们能不能挑点人能仿的东西？这样吧，我们先从眼影开始改造，好吧？你们有没有什么意见就说出来。好，我要把脸露出来，很不想把脸露出来，但是眉毛可以画挑一点啊、哦、我觉得。挑一点。我们先从上往下开始啊。我好像没有办法把它改掉。没有什么作用，这眉毛有点改不了。这样吧，我们把眉头压低一点可以。把眉头压低一点，人就会变凶。
虽然我画成这个样子，但是我只要用手抹一抹，它就不会这么的像李逵。就此告别吧，身旁的灯也这几段也难，未来的路上没有人会再回返。算了，眉毛改造的很失败，眉毛改造的很失败，赶紧想办法，想办法补救一下。好了，擦眉了。然后眼影啊，眼影我们就加重一点，好吧？问题不大，问题不大。我们眼影加重一点，来一个红色的，来啊，各位看啊。这个红色很不错，我觉得紫色的没有，紫色的哎好像真有，我去拿啊。你们还是得考虑到这个最后这个可以看的程度的好吧。其实我今天还刚看了一个可以画那个小恶魔的那种三角形的那个教程，主要是我懒得去拿了，就红的吧啊。好像没有什么区别，画上之后，是因为这个眼影太不显色了吗？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区别哦。哇，我是不是要没电了？掉。不是只化身孤单的安静，巨大的身影。我换了个位置可以充到电，然后后面还有一只小猫咪。哎，小猫咪在哪里？哎，小猫咪走了。给自己打个光，把蜡烛放过来。好，我们继续啊。这个要应该要画很多层才能上色，我觉得。而且你们知道吗？我现在可以够到我的紫色眼影了。其实，这样吧，我们今天画一个有挑战性的妆容，好吧？我们画一个烟熏，就是以前艾薇儿最喜欢的那个烟熏，怎么样？我们用个黑的眼影，我想尝试很久了。谢谢虾球虾球的糖果，哎，没有黑的。你看这个眼影里面有紫的，然后这个最深的深棕色就是这个。哦呦，好像是挺黑的。好像被人揍过。孤单不朽，把心字放入眸。完蛋了，我需要一些补救啊！这样吧，再把右眼也画红一点。哎，这个红好上色。更像被人打了。收起这盘眼影，还是用这个吧，这个很黑，看到这个吗？待会儿就得去洗眼影刷了。我发现只在下面晕染一点点这个黑应该就还好，我觉得。怎么会这样？你的衣衫破旧，耳朵声却温柔，爱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我的背景如荒丘，而你却微笑摆首，把它当成真。小度小度，想要一些吓人的音乐。好，一起来听这首佛教歌曲的大悲咒。
西西这位白棋吗？还是什么的糖果？白棋应该是棋吧？好像好吓人啊！小度小度，我想听一些恐怖的音乐。推荐你听这些恐怖歌曲。好家伙，又给我来一遍《天堂岛之歌》，真的很像被打了，为什么会这样？我知道，待会可以画一点那个眼泪。我们从睫毛根部开始晕染，嗯。理论上来说，应该给自己画点黑眼圈的。哇，我这张脸真的是一个完美的画布。你别说啊，我发现烟熏妆画完眼睛显得很有神哎，你们有没有发现？我知道了，我给这里再来一点红色，然后我把这只眼睛也画成烟熏。你好，我刚下工业，现在正在糟蹋自己的脸，不是这个点还要出去。哎，真的耶，好像画烟熏妆显得眼睛很有神，你们有没有发现？哇，一下子就变成从一个韩国女高中生变成了学校2021里面的反派。哎呦，这首歌真搭我这个化妆栏目的内容，真搭。好的，有点这个眼影现在有点像那种哭花的感觉了哦，然后再来一点红色打在这个前面。好了，我觉得我这个眼妆已经很完美了哦，我接下来画一个大粗眼线。朋友们，我张怀瑾今天就要挑战我人生中最粗的眼线。哎，我的那个黑色眼线笔呢？我的眼线笔嘞？这个化妆包放在这不好找东西，把它拿下。谢谢海中心的五个恶魔头饰。咱今天就是一整个这个吓人的大动作哦。这个眼影刷待会就拿去洗。耶耶耶耶，全是毛毛，全是毛毛！谢谢白垩纪粉丝天上章的恶魔头饰啊！你刷待会儿拿去洗吧，别搁这垂死挣扎喽。好，今天是用眼线胶笔还是用眼线液笔呢？还是用眼线液笔吧，选用一个上色功能比较强烈的这个。然后，如果要画一个比较吓人的妆的话，先把我这泪痣加深一下，然后。我们画一个飞起的大眼线啊，今天画个下眼线试试，待会儿。我画一些完全不能拿去上公演的奇怪妆容。好难画，难画，好难对哦，就把眼角改一改算了。
画歪了。我每天，我其实说实话，画眼线是我所有化妆步骤里面最讨厌的一个，因为我每次眼线画的跟屎一样。以前我有女犯说过，我的眼线是我的全脸妆容里面最吓人的部分。还可以画点什么呢？这样吧，这边点一颗，这边也点一颗。画一个圆圆的，然后把这个也画大一点。万圣节必不可缺的是什么，朋友们？是吃小孩色的口红，但是我没有，给自己开个眼头啊。咱们今天就是说一整个完全不会带这个妆出门的大动作，所以你们千万不要跟着我学啊。眼妆更晕了，画的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呀？还擦掉吧，不搞了，这个东西难画，学不会。然后我们该搞些什么呢？万圣节要苍白的妆容，就不能有浓艳的腮红。那其实我们的重点就是唇妆了，对吧？吃小孩色的口红，我肯定有，但是好像不在我的公演的化妆包里。公演化妆包我干嘛要带这么那个什么的东西？我知道了，我需要画一滴一滴泪。啊，我有吃小孩色的口红，朋友们，我找到了。是这个，不是很小孩儿哎，不是，是小孩色，不喜欢，太红了，不喜欢。太亮了，不行，这种妆一定要用哑光的口红，是这个应该。啊，这个颜色深。还是太亮了，我知道了，可以往上面打点散粉，把它盖一盖，它就不会有这么亮了。
想要给自己画一个血盆大口，用棉签蘸一点散粉，弄到我的粉饼上了，朋友们。完全没有变得更哑光了，真不错。咱就说这是一整个失败的大操作啊。然后我们再用什么画呢？想画一个那种，想画一个流眼泪的感觉。我知道，用眼线胶笔画。想画一个黑眼圈。错错，画一个嘴角上扬。这就是一个失败的开嘴角手术现场，朋友们。你可以用红的画的，应该用这个，应该用这个。这个像酷狗的感觉，朋友们。其实现在隔着直播，你们可能看不出来，但是我把自己的粉底擦掉了。在玩儿，在拿自己的脸玩儿。感觉不够浮夸。差点什么？要是有口黑就好了，我就可以画一个黑色的口红。这个口红不好看。把它擦掉，有点尴尬。很好，这个直播真是把我刚刚正经直播的时候的偶像包袱全都丢了一干二净。画个这个试试啊，因为这个唇泥。因为它应该是哑光的。给自己封个唇。是美国恐怖电影《冷气影帝》。故事开始，男主
是一档灵异奇幻解密节目的制片人，他和他的多轨团队在全球各地采访，应该要有点血在脸上打点血会像。我不想听电影解说呀，小度小度，下一首。圆筒堆布娃娃。下面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布娃娃。小度小度，我想听歌。好呀，享受音乐美好时光吧。小度小度，我想听一些恐怖歌曲。播放恐怖歌曲《夜晚的教堂》。应该找个人把灯一关。就这样吧，没有什么可画的。我看还有没有什么可以用的东西哦。朋友们，我不死心了，我们不是很死心，我就一定要找一个吃小孩子的口红来证明一下我自己。我的手机不太适合连麦，我只要连麦就会卡，所以我从来不连麦。我要关灯了，朋友们。啊！哎呦呦呦，屁屁痛！哦！我的手机就只要一连麦就一定会卡，所以，哇哇哇！我自己啥也看不着了，救命啊！这是我的鞋吗？这是我的鞋吗？其实你们没有卡哟。这个磨皮没了。只开一个灯，磨皮没了。这个妆容，万圣节一定可以吓到人了。这个妆哦，涂个粉饼，我应该带着这个妆去万圣谷，万圣谷是什么东西？欢乐谷兼职去。涂一个粉，你们看，女鬼也需要补妆哦，是不是女鬼立马就不吓人？女鬼的猫来了，吓人吗？嘻嘻嘻嘻嘻。今年的万圣节妆容教学也很成功。
我也觉得很吓人。小度，小度，下一首。南瓜的音乐，夜晚的歌曲。谢谢超级可爱巴拉巴拉的糖果，谢谢车儿六九九的糖果。笑的再疯一点，你说的这样吗？嗯。谢谢失败的小伙子的糖果，我去开灯了，我不吓你们了，我自己都觉得很吓人。我去开灯了，谢谢白垩纪粉丝贴上这样的五个糖果，谢谢好家伙是阿杠的糖果，不是自己被吓到了，是觉得确实有点吓人，不适合直播搞这个，因为我还是想以一个正常的正常的这个少女偶像的形象啊，张爷爷。屁股又沾那个什么了，然后从猫砂里面带出来。谢谢仅仅最漂亮的糖果。这就是这个妆容在正常灯光下的反应。嗯哼哼哼哼。谢谢一直在这里的圈圈圈圈圈圈圈的权杖。谢谢。还要不要再画点什么呢，朋友们？其实我有一个很想挑战的事情，就是我很想把我的嘴画成黑色的，但算了，好像把嘴画成黑色反而不吓人，那我们就来画一个红红的鼻头吧。让它变得可爱一点点。谢谢应援棒。我叫搞多了，谢谢苏糖的晚生夜，红多了，哎呀我话多了，功亏一篑呀，朋友们。嗯，小度小度，放点听了心情很愉快的歌。愉快歌曲，祝岁月。哎呀哎呀哎呀！完蛋玩意儿！我知道了，差一点。还不如刚刚呢，算了，抹糊点儿，抹匀一些，抹匀一些，抹匀一些，不吓人了。这个妆容开始变得搞笑了起来。
事情的发展有一些超出我的这个预料了。谢谢我的昵称果然有问题的恶魔头饰。他不吓人了，他怎么不吓人了呢？他怎么不吓人了呀？就因为多涂了个口红啊。嗯，怎么会不吓人了呢？我明明这么用力的想要吓人，我刚刚很吓人的，我现在一点都不吓人了。我看镜子里面我现在长什么样了？我天，好一个女鬼！我现在像是那种被男朋友抛弃，在酒吧宿醉，喝醉后痛哭流涕，抱着身边的陌生人嚎啕大哭，还晕倒在夜店的厕所里睡了一宿，第二天起床的样子。喂，好崩溃呀。怎么会这样？我想吓人，我不想高兴。是怎么从女鬼变成一个女醉鬼的呀？刚刚多吓人呀，怎么现在就不吓人了呢？心情很差，心情很差，心情很差。你们觉得扎点什么能让它变得吓人一点呢？哎呀，用这个蜡烛来让我变得吓人。好吧，完全不吓人。我还把蜡烛给吹灭了。怎么变得越来越搞笑啊？我不想变得搞笑。滚，没婆子，什么东西？我只是想让他成稍微轻一点，我没有想到他会跑偏成这个样子。我们一点半再见吧，已经很晚了，朋友们。对今天这个美妆发展很不满意。好了，我要再画两笔。我不甘心，我要让这个妆容显得正经一点。This is our fate. I'm yours.
谢谢白垩纪粉丝贴两张的南瓜派对，就是说完全没有变得更吓人，反而更像哭花了，更像失恋后宿醉了。口袋是不是应该出点万圣节特效呀？我找一下啊，找一下。是说根本完全不吓人呢，我像个白痴。我像一个宿醉完在街边拿着自己的手机完全不知道怎么使用，点开了自拍软件想看看自己是什么样子，结果不小心点了好几个可爱滤镜的女人。我不开心，不行，我不甘心，我要再来一点。打开我的眼影盘，拿出我的粉色眼影，画个黑眼圈。一点半了，再见吧朋友们，忘记今天的直播好吗？再见，我走了，我走了，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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